少年无畏，优酸乳为你打气加油。本节目由24年国民潮饮优酸乳独家冠名播出。Let's go, DJ, drop that.逛了没双鞋子，少了学会。冠军问问朋友现在去哪？有也去的狂欢，还没做到大世界，却也得从容带不断风范。让我们继续前进到见面进度。哎呀，放水我就往外冲，给我再多时间不够用，快点脱掉，反正干没有空。PK 到闪耀不普通，他们蹦蹦蹦，感觉像在 NASA。PK 到午夜别再幻想 ，One, two, one, two, three。前没有时间，有时也想忙点，不知从那天起再也没有吃过早点，开开心心以为可以再每一天，终成宝刀刀在我眼前。 Want you, want for me, I love it, 童话生活快想在哪。 Want you, want for me, I love it, 好想要被社会埋汰，想长大的想法好像一个笑话，从有趣的小孩变成无聊的大人，不断被告诉做事情要成熟认真。我想简单开心，不是犯贱做事。耶，今天晚上要去哪？耶，到底还能不能去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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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地反复位一下哈，对不起，没事，没关系。现场都嗨成那样了，我就想啊，我虽然跟着摇，但是心里想完了。我给我们放一下伴奏好吗，老师？我们听试一下这个声音。哎，我觉得可以的。OK。稍等一下，是我想那个上厕所。啊，我想上厕所。上厕所。我去蹲坑的时候给你们打背靠。没有，不管他，我们开始。那好吧，来吧。有设计，有梗。嗨。有小品，有梗。OK，DJ drop the beat。又搜到 PC 刚去上厕所了。大家都看到了，没事，真没事吗？没关系，我们二打三，好不好？让他们一个 OK， 有 OK， From zero to the top， 全部都过来跟我们 dance， 真的吗？选我的对手吗？问你们怕吗？还有谁想我们白手起家？还有谁想我们白手起家 ？From zero to the top， from zero to the top。From zero to the top, from zero to the top。还有谁想我们白手起家？还有谁想我们白手起家？还有谁想我们白手起家？还有谁想我们白手起家 ？Let's go, let's go, let's go, baby。是命，兄弟，请听，信仰 boss 的命令。
丁 My bro bling bling 浑身上下闪着 rest 的这么明硬硬伸手突破平心疼 DM 力加入过来做我的 turbo PC 是我七比七级的引擎在这背景的背景的喷我的背景卡地的我们的状态都缩碎全部都缩地我们我是独大那个不得干天又吐了大步子迈着大海宽 E master lead the back speed for that 可惜征服少年天天玩的赛季 With a pyramid in the paradise Keep it real made a better life 不知道我们的家伙你们接着来这种规模不会留下线索在但他属于总冠军的戒指只怕上好肌肉突然的戒指我们样样爱的当当跌在撞撞Give me the drum 不要失去你想象电梯有毒的胆量从我出场爱是会变得滚烫哪怕没人给奖状我们从无到有被谁的镜子只能成功绝不会讲经过岁月被别人来了羡慕嫉妒不是空空放纵只能心无放全部都过来给我们 bounce 真的吗选我的对手我问你们怕吗还有谁像我们白手起家还有谁像我们白手起家 From zero to the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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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谁像我们白手起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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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飘飘飘爷爷 What's going on 这边还需要我爷爷I gotta get a little bit of sound Summer verse 观众 Better get them all Gotta go get some 二零二左手的萤火虫跳闪没听完就别开始 Gotta go bowling Gotta go bowling 大把的少年撞到 window fit 全部都 scared of her Cause it's busy back on track 音量调到了 maximum 这里都是我们的 evidence 对什么都快回得去吧Rapper man Tick tock tick tock 随着时间根本直指终点告诉三位 boss now 你们欠我们三条直通链你们本身那个苦逼不理睬他们的赌气对手们还是抱回家去吧努力你们本身那个苦逼不理睬他们的赌气对手们还是快回家去吧哎呦哎呦哎呦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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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t's go Let's go 好我先说左右两边同学都很好哈，两个有设计过的舞台，右边的这几位呢，就是你上完厕所回来的时候，那一下没镇住我，因为你们前面编曲里面东西比较多，什么鼓、贝斯啊，什么 pad， 什么东西都有，反正到他的时候反而比较少，就你们前面都嗨了，怎么到他这里反而弱？因为我当时是第二段 beat 的制作人嘛，然后我当时就是想说 PC， 包括他今天穿白衣服，就是有一种。闪亮登场的感觉我就把其他元素都删了很多对对对让他人声更出来点可能效果没有达到、啊、最后这样对你这样做是很好的因为这样可以有反差嘛、哦、就是有一个复杂一个简单嘛对对对但是你从音量上你要把他的鼓推起来因为我们听起来那个 punch 就没了、哦、对我们本来想的就是最后边那个气氛会很好很好很好、哦、然后我们就没在设计伴奏编曲上面就那样、哦、结果我们垮了、哦、啊那没垮没有对我总之看完我觉得两个节目都是两个很好看的节目我还挺喜欢左边这组的表演的这个表演对我来说足够不一样然后足够让我能感受到这种氛围感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别人 happy 在你在前面做那段表演的时候我觉得你是个明星谢谢老师 Billy 是真的很出彩我觉得你们整段的表演是真的是设计过的好老实讲这个歌我不太懂可能是我年纪的关系后面的都说好燥啊好炸啊我可能比较没 get 到哇今年要去啦哇明年要去啦哇我身为就是 A&R 市场总监我在看的那有一刹那是哦这一定会有人喜欢可是那个族群不是大家刻板印象中的说唱族群其实我觉得两组的表演都给我一种花而不实的感觉。左边这一组，就是这歌我真的欣赏不来。虽然大家很配合的来帮你们一起营造一个很嗨的假象，可是我觉得这都假的。我老实讲，就是那种很土嗨土嗨的那种歌，我是没有感受到那种很精致的质感。这一组的表演也是一样，这根本是一个烂梗嘛！你就是为了要躲一开始你在台上出现，他不知道干什么的尴尬，太刻意了。而且你们三个人，就每一个人都有一些辣拍、不对拍，或者一些
节拍上不稳的地方，所以今天其实两组的表演我都觉得你们可以做到更好，希望你们可以继续加油。好，谢谢狗哥。说的我挺不好受的，但是我觉得基于 hiphop 的基础来说，狗哥这么做是好的。我理解这个东西，就他觉得是土嗨，我觉得很正常。确实他就非主流，就想给更多的听众一个新的选择，大家好展示出来就好。我们一起选了这个东西，我们一起承担这个责任。几位老板都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啊，但我必须得说，代表我个人很喜欢左边这组的表演。我完全不同意狗哥说的话，我觉得这个音乐一点都不土，反而是非常非常洋气。好的，那我们来吧。OK， 三、二、一。恭喜收到组4-1。谢谢老师，谢谢老师，谢谢老师。但是我想，就是我想和我的组员们道个歉。没有，真的不要，真的不要，这种回去我们慢慢道歉，台上就不说了，好吧？他们 ，OK， 他们就是让我觉得我今天拉闸了，然后我的那个队友也是吧，把那个，因为我来这边其实特别想证明我自己，我的那个队友也是吧，就是最出彩的一段留给了我，然后我觉得我没有把它撑起来。因为这是第一次我们只面对大家的舞台，没有表现得很好，我觉得会因为这个讨厌我自己。他可能会有点自责，他没有说特别的让大家觉得炸到，是对我们来说我们已经炸到了。谢谢老师，我们以后会更厉害的，谢谢老师。啊，老师再见，老师再见，老师再见。哎，你们要说什么吗？啊，好啊好啊，祝大家开心，开心就完事儿啊，爽。对，开心就完事了。这么多愁善感干什么？就是一个热身嘛。我觉得很多选手都好像自责落泪啊，或者情绪很激动。就年轻啊，年轻人终究是年轻人啊，沉不住那个性子这样子。我把话撂到这儿，我这首歌如果这个节目播出来之后，这首歌必定是黑上，好吧？我这次可能杀气比较重，我反正是认为在场的没有一个人打得过我。唱的时候一直往那儿瞟，你是唱给谁啊？Chili 是吧？哎 ，Chili， 看红吧，唱一下，唱一下吧，唱一下吧。没有，我们是好朋友，然后而且他听我歌听很多遍。确实。啊，所以找一个互动的支点，对不对？哎，对。其实 Viu Viu Ga 你的表演是有一点不协调，但这个不协调让我看得还挺开心的。我觉得几个 boss 团他们都太 nice， 就是他们可能就会尽量的去称赞选手嘛，鼓励选手。可是我的角度不一样啊，我是说唱文化总监，我必须用更纯粹一点。你那边扭扭捏捏的，好像就是欲言又止了，我就反而也不痛快。王浩林同学，你的旋律的设计其实有一点太单调，就是我们听你一句，我们就让你下一句。我觉得你的设计可以再多有变化一点。
太高的 feeling， 我哪位看空荡的房间里你不在。我喜欢一个人待着的日子，所以没有其他的陪你回来，才明白根本都不会存在，所以我不会再继续等待。没有你期待的坚强的爱情，看他们你现场跟你搭米的声音它是不一样的，可能会听起来就是像是一个小错误。错误的错误的规则，命运掌握在手里面，眼眶的泪代表他受了伤，他的惭愧让他委屈失望，消失的欲望和写下的忌惮，他打开我 I will be counting again， 不是你虚假的 fan， 中国有中国的 name。其实米诺斯没有发挥你的水准，包含其实你也有麦克风忽大忽小的问题，这个反送太大了，就调了伴奏但是麦克风没调，我就直接唱了。我觉得以你的不管是经验或实力也好，应该会要避免发生这样的失误。不是因为我不想接，因为妈妈坐在我的旁边，其实我也可以躲进房间，只是不想表达想念，想送你玫瑰花。你有你也有这个问题，情绪的设计跟堆叠太僵硬了。对，我觉得你的渐进也都可以再慢慢的堆叠一点，就不用那么急，继续加油。好，谢谢狗哥，谢谢老师，谢谢。现场的点评是严格的吗？其实不严格，其实还好。我就直接一点，对他们是有帮助的。宁愿现在对你严格，也不愿意到时候那些外人对你指指点点，哇，怎么样怎么样？今天我们就关起门来教训他们，那不让外人欺负他们。三、二、一。恭喜这个五比零。恭喜 Nero 五比零。老师，我知道前面大家都讲了很多，我必须要讲一个。我首先要感谢编曲老师团队，很多我提了很多意见都帮我改了。然后前面的女生凡凡给我提供的人声 sample， 还有我的副歌有等一下就回家，他一起跟我参与改动的这个副歌，谢谢。你帮他写的副歌。对呀，你以为你听不懂广告啊？好，那么有请我们今天最后的一组 ，Katie， 来吧来吧，来来来，好了好了好，到你了，脸都摇了。今天我就非得要真，我就要先唱，我就要先唱，我要先唱，不是，我等了太久，我们定档锤，谁等的不久？我补妆都补了几百次了，我们定档锤，好吧？他们这个氛围让我想那个小品叫什么？过年回家那种，一上来这几个人，我要坐火车回家。老师，我算数很好，四个女人1.33台戏，1.33台戏，赢的先唱，就赢的人定。啊，赢的人定行啊，赢的人定谁先唱啊？石头剪刀布，我们先唱。我感觉就是进来之后，大家好像很多同学都挺有压力的，就是说想做一个比较有音乐性、让人觉得很快乐的一首歌。一步两步，一步两步，走着这样 GAB， 会遇到什么困难，我不会放弃。没有，当然没黑了。你们现场唱的时候 OK 吗？主要是旋律是 Zero One 写的嘛，然后我就想着说到时候再熟悉一下。如果用手持的话，会不会影响你们的动作？不会，不会，就拿着，我们已经安排好了，就一个是这样，就一只手嘛，噔噔噔噔噔噔噔。然后第一次是脚的动作，第二次是手的动作。所以你们俩是有区别的，一个左手，一个右手吗？对，就对称的，就比如他伸左脚，就伸右脚，噔噔噔。然后，来我说三二一就开始唱，三二一走，一步两步。
换一遍了，来，再来一遍。来，三二一，走。一步，一步，一步。哎，你这个左右换跟人动作就没有关系了。你方向有你在干什么？所以我就说。你刚跟我讲对称，但是我完全在刚才的表演里面没有感受到任何对称。是谁刚刚经过？到马街，你不以往昔熟路过的荆棘，今天扬帆，水面泛起了涟漪，像反光的玻璃带出了回忆，轻松的轻松，昨夜已经过去。Right now 我已经二十一，拉了电音爬上肩膀，我喘不过来气吧。反超了妈妈，姥姥也会说，像男人一样长大。That's my girl， 不敢叫名时刻有 positivity， 刷新的也快，就会提升我的战斗力。不写的篇章，带我进入了 fantasy， 欢迎你，看着我的同时，我也看着你。从此我们变成了搭档，你带给我的快乐，陪我度过大风大浪。我们。说好了不知走过星星要见相信钻进化成经典一步两步一步两步哆瑞咪发嗦拉西每时每刻每分每秒我张开双臂、yeah, yeah, yeah. 一步两步一步两步 CDEFGAB 不论遇到什么困难不会畏惧不小心从你又到了少年我才发现艺术这么耀眼喜欢藏起来的宝贝是不得用的马克笔画满秘密的歌词把藏进洛克里他陷阱他漩涡他心里不停在发出电波他有魔力称霸着全场控制我的情绪让我在被窝里哭笑不得电费之力也总在重复着夏天的热气在屋里环绕着偷偷丢掉的颜料桶害怕了动手勾了折磨早已看厌了七十二色的排列可吐到不分白天还是黑夜成为自己的偶像是我想和你一样把我放进时代变成我们的图一步两步一步两步哆瑞咪发嗦拉西每时每刻每分每秒我张开双臂一步两步一步两步 CDEFGAB 不论遇到什么困难都不会畏惧 You 下期见，拜拜，加油！周子谦 ，YYDS。喂。不用等我了，你睡吧。
要不你上去吧。来来来 ，K 到你讲评，你讲评。来来来，你上，你来来你来你 ，K 到你点一下，你点评一下。服了，服了。冷静一点，你看看你这个样子。我们可以先说两句吗？啊，可以啊。我们副歌那个动作，其实我们是为周子倩量身打造的，这个。OK， 但这个动作我完全没有看出来。如果你想要打我，再跳十年舞，谢谢。哎，就是我为了就是不让他太受伤，所以我改良了一下，显得我们比较卓别林。不然的话，我跳我性感起来好像没有你什么事哦。我的眼睛瞎了。我们听老师怎么点评。我学他，我学他。我觉得就子倩跟 Kelly 这边，其实我个人的话，我是对你们期待非常高的，因为我觉得你们的能力，在这首歌里面没有展现出来，我觉得真的比较可惜。台风的话，子倩是挺专业的，可是 Kelly 你今天就有点，是不是没跳过舞？没有跳过舞，是这两天子倩每天晚上教我，还有早上教。没有跳过嘛，对不对？嗯，没有跳过舞。那第一次没关系，还有三个月，慢慢来，这些都可以克服的。我说一位我觉得挺好的一个同学吧，我觉得 Zero One 挺好的，就是你在唱的时候挺稳的，然后你，我觉得你进步很大，你还可以。然后雷子唱歌太难听了。对。就是呀，我知道，我知道这个唱歌是什么样子。你知道那个 hook， 就是回到你那儿了。就是开心的歌，我们可以开心唱，但是不能不过思考的去唱。前面几组的时候说的还挺温柔的，但是一到我们那一组，我就突然觉得，哇，怎么样，话说这么重。谢谢老师。我必须老实讲。这两组表演在我这边是完全不行的。梦想的夜空出现了彩虹，你们每一个人 verse 部分，就是连基本的控制麦克风都不会，声音都忽大忽小。副歌的旋律，我觉得跟儿歌没有两样。这种歌我是没有办法给过的。然后另外一组。副歌的听感非常不好听，听感很糟糕，所以这两首歌在我这边是绝对不会给过的。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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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其实前面几位在发言的时候，我一直在不停地想什么呢？就是怎么把话说得不要太难听。你们实在是太不把这事儿当真了。就这两个表演，厂牌做巡演，我就把这你们的两个表演从巡演的节目单里面划掉，划掉，划掉，自己考虑清楚吧，就这样。谢谢，谢谢老师，谢谢老师。好，那我们三、二、一。谢谢，好，恭喜 Zero One 和雷子结的组，然后是4-1。还有可以说话的时间吗？哦，就是首先针对车boss 说的，车老师说的，车老师都行都行都行，你说，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把这个很当回事的，然后我们不停的就不停的在背词，然后不停的在想我们舞台的细节，然后所有我们舞台的细节都是我们每天推敲出来，觉得这样会更好。来吧，我这样抓的。
和你不走吗？你不走吗？你不走。可能是我们太想传达这个我们快乐的氛围了，有点用力过猛，可能唱的有点拉胯了，但真不是我们不把这个舞台当回事，是这首歌的目的不是说为了展示我们有多牛或者是多优秀，我希望传达确实是快乐，而今天没有把这首歌完整的表现给大家是我的问题。我们是两朵向日葵今天啊，先别走先别走，我要跟你讲，其实你知道吗，经过今天这舞台，我觉得其实对你们来讲特别的好，得有人跟你们讲我们看到了什么，上完课讲讲下次你不就知道了吗，所以我觉得这是来你们来这里的一个意义所在，我觉得所以你不用太灰心，反正后面时间还长，加油四位啊！好的好的，会加油的，谢谢老师，谢谢老师。录完那一段，我就觉得，哎呀，我会不会对这个女孩太严格了一点？人家本来那么开心、活泼、开朗，我自己下台，我早上找她呢，结果她先找了我。你知道吧？这就哒哒哒哒哒，就忽然有个鸭子的声音在里面，有个鸭子的声音在里面。吃饭去吧。知道了，拜拜。讨厌，对不起。是我的错。那看有机会，有机会。你这个情绪反差太大了，一会儿跟神经病似的，一会儿。我当时很后悔，说太轻了，我应该往那个车车那个方向走一走。我要拉掉你们的节目。爱奇艺自制，优酸乳少年说唱企划第一阶段小考已经结束，获胜的二十位每人获得15分的奖励。我们要有请楠楠为大家介绍我们一公的比赛规则。第一次公演的表演形式是双人合作表演舞台。小考舞台你们选择的是对手，现在你们将要选择一公舞台的合作队友。刚刚合格的20位说唱新人，恭喜你们获得了选择权。你们有权邀约任何一位说唱新人做队友，但是假设你邀请合作的对象也在刚刚的小考中合格，那么他有权拒绝你的邀约，一旦被拒绝，本次邀约作废，等下一轮再做选择。另外，小考不合格的说唱新人们，很抱歉，你们无权拒绝邀约。只能咱们选，他们选不了。对，然后说你选这边的人，这边的人可以拒绝你，那边人你选走，直接就选走了。队友的选择是非常的重要，因为队友将会决定你们第一次公演成不成功的这个因素。第一次公演舞台会交由这个 rapper 导师团他们去对你们个人做出评判，所以请你们认真考虑你们的合作人选，慎重的做出选择。我们会透过抽签，让赢得小考的说唱新人们依次选择队友。我完全想不出谁会选我，我真的不知道谁会选我，觉得 Kido 不错。这我想选择等一下就回家，想选的是哎呦，莫梭。哦，第一个要选择的是莫梭。那太好了，我其实想好了，但我还是想问一下，有没有人想跟我唱《囫囵吞枣》的？那就没有了，那就山羊吧，我选山羊。我接受，我接受。OK， 那么他们成功配对，所以在一公的舞台上，莫梭和山羊做合作舞台表演。我其实前两天就开始想，如果是两个人合作，我选谁？莫梭其实一直在第一梯队里，合作顺不顺畅的话，肯定是莫梭跟我最合，我觉得。Kido， 你想不想跟我组队啊？啊，我这有人选了。啊，你有人选了 ？OK。要不欧阳萧峰吧？我今天看了你的舞台，我觉得你还挺顶的。小峰可以，小峰来吧，我们小峰。可以的，很搭。谢谢你选我，我觉得。No， 你带我飞，你带我飞，你带我飞。恭喜二位牵手成功。K
Kid。那个姐姐上来吧。刚刚那个他在表演的时候，听到是疯掉了，在后面。来来来 ，Kido， 你讲评，你讲评啊！来来，你上，你来，你来，你那 Kido， 你点一下，你点评一下。虽然我们不满意 ，Kido 太满意了那边。周子倩姐姐是因为当时在台下，然后就说要不要一起做歌。还有第三桌吗？这个是我。OK， fine。小口说。Yeah。吃一宵，吃一宵。Yeah！ 讲讲你刚才表演的时候发生了什么？我是氛围组，我是氛围。我真的很喜欢周子倩姐姐，我也很想就是平时她能多跟我就聊天。就是我觉得 Kid Dog 他的 rap 真的很厉害，然后我很喜欢他的 flow， 然后我觉得对吧，然后我觉得哎，我也很喜欢 Kid Dog。 然后就我希望我们一起合作的开心一点，对，好，希望你们开心哈。好，请 Kid Dog 选择了我，然后非常开心。我觉得我们在一起的话，就是做出来的东西会跟我以往表现的都会不一样一点。对，还在偷看着呢。我不知道，等一下就回家，你想跟我搞一下吗？很喜欢他的东西，我想跟他一块做一首更好听的歌。我很喜欢他的歌，很有意思，很独特，比我厉害。他是一个很奇妙的人，唱现场的话我觉得应该会碰撞出就是其他颜色的火花。我就觉得很失落。Mike Nero 林超 Asubatia Pepper Max Lee。 我的歌的那种自我的抒发太强烈了，他们会觉得不知道该怎么跟我一块合作。 Raiden， 剩下最后的两个人就是 Raiden 跟凡凡。凡凡现在是最后一个没有被选掉的人。主要是凡凡的风格太独立了，很担心他，感觉有点低落。因为我对 Raiden 的音乐是一点都不了解，我跟他不熟，我觉得我们之间有很大的一个区别。哎，有点未知，就是觉得，但也可以试一下。他今天就是真的摔倒我，就我觉得我跟他会有很多共同点。我觉得我选了个很好的搭档，很合适我想演的这首歌。我觉得跟他在一块儿，可以开心的度过每一天。有一些新的点子就已经就是碰撞出来了，然后我们期待我们这一次合作，不然大家记住说哦，这两个人好厉害。让小优带大家去看看。选手为了日常得分有多拼吧。我们俩早上好啊，是早。哇，你们一开始想着说要过去睡觉是为了啥？为了得分呀，为了啥？我俩那也太抓嘛，有点搞笑了，兄弟，已经都不励志了。我俩睡醒起来贼尴尬，大型社死了，社死现场。这谁啊？
周杰伦傻了。我们就是为了拿包，太拼了。这次小考没有拿到那十五分，对我后面比赛肯定有影响啊。后面的课我肯定还是想保证全勤的，就都好好来上课，按时提前来。我们刚输了比赛，我想多拿几个小红花。我要多得点分，就追追分嘛。我今天设计了一个小环节啊，这个桌子呢，最适合的就是掰手腕。我去，我来，我昨天刚练完。好，双方选手做好准备啊！哦哦，情况有转变啊，情况有转变啊！小酷加油！太恐怖了，太恐怖了！哦哦。换右手，究竟能否获得胜利？哎呀，谁能治治他？老师我来，老师我来。踢到他打拳击了。踢到！这可能就是一场白头大战，血雨腥风啊！差不多行了，别把我们选手掰的连麦都拿不起来了。这就是宅男的力量，太有 feel 了！Hip-hop 是什么 ？Hip-hop 不是节奏，不能只是穿着 ，Hip-hop 是适者生存 ，Hip-hop 是改变的开始。它使你们变得更认真。我知道你们每个人都很累，但是你想赢得总冠军，日复一日的练，练成你的条件反射，就是这么简单。一、二、三、四。不要着急，十六分三连赢，十六分三连赢，空六分三连赢，空六分三连赢。大大大大，音程变得越来越小，这种绝望的心态会越来越大。就是现在这个情况，就是我又得去好好上课，又得琢磨这个歌怎么弄，所以我就焦虑啊。晚上做歌，白天上课，把时间充分的给用在工作上，都没时间看手机，比高三都高三就那种。来这儿都好久没见过世面了，你知道吗？就是看了车水马龙的感觉，那种世界，你知道有多向往吗？我感觉跟这里跟原始部落一样。我们出不去啊，我们每天都在这儿啊，我们出不去啊。我想对车导说，被关久了，我很想要出去。请各位选手到阶梯教室集合。哈喽，大家早上好。各位早上好。今天我们将外出拓展训练，之前也会有很多同学跟我提到说要加餐这件事情，所以我们今天的宵夜为大家安排了火锅。你们要组队进行一系列的游戏，然后获得相应的积分。我们将通过这些游戏积分换得你们晚上这些火锅相应的食材。之前一直在上课，然后也没有机会出去玩，难得外出啊，初中生高中生出去春游的感觉。Bro， 这也太热了，我们出去玩可千万别走着出去。你看，我已经用 T3 出行叫好了车，新用户还有免费福利里，你也可以下载一个。哎，真的假的？那我马上去下载。看，车已经到了。这么快？走吧。大家可以随机分组，我们现在准备出发。首先呢，我们要进行一个默契的小游戏，叫做你来比划我来猜。十一个字。盖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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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盖
老子吃火锅，你吃火锅底料。开车几个字？几个字？八个字。坐下，坐上我的副驾。八个字。八个字。又是开车。红灯区。还。还有。我把车子开上五环。哦。又是开车。开着邻居家的头又大，还开，开车看，追追，太阳，开车追太阳什么歌？太阳，来，时间到，时间到，啥呀？他开着邻居家的头又大。我想把你留在这里，一把把我抱住。美味的饭没有饭。如果真的是比说唱真的强你好几倍，如果我是 DJ 你会爱我吗？如果我是 DJ 你会爱我吗？我的天，谁的谁那个喷的什么东西啊，我直接崩溃。兄弟，这天你只想见你未来过过去，我只想见你情深深雨雨蒙蒙，雨下整夜，我的爱溢出就像泪水，天赐的烟，对不对？对对对对。想摘下星星给你，想摘下星星给你，摘下月亮给你。这是我一朵花。真心话啥？别自己唱了。画画的 baby， 我从二楼阳台跳进swimming pool。对了吗？不知道。他说啥了？我也听不见他们说啥了。赢了吗？赢了吗？几题？几题？我一直在答题。我觉得我们赢不了，就500%赢不了。肉泥就是非常的不合理。我就纯随缘了。我觉得我努力了。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是背对背接力运球，就是走之前要把球准备好就对了，先迈前面。一，开始。哎呀，小心小心，冲了啊！我们要碰墙，不要犯规哦。快！我反反带过来。球没有到，赶紧回去，赶紧回去。有你。加球跟我生长的这个肢体有冲突，我还挺震惊的。你们在干啥？被拖过去了。哎！喂！肉泥加油！你别，别往下沉。我要滚！我要滚！秦霄这个大腿，我真是开心。我被牛拖着跑了。左右左右左右。五四三二。就你们有些用脑子的那种通告就不用叫我了，我过去我也不知道干啥。别跟我说了。第一轮我们将进行 B 五的球赛，准备开球。哇，好准。哦，他要被挡住了，他要被挡，他要被挡住了。哎，小乔，哎，小乔，让我自己忍住别哭。我小心点。哇哇，有点东西，穿裆过人，我的。
小牛奶之前还不是踢足球的哈，跑步呢，他厉害啊，顺着地扔，顺着地扔。加油加油！哇！哇！必停！下滑下滑！一过二，哇，踹的！一共就690，670分。哇！Steven 光头，我们按照今天的分组做，请我们的工作人员送上菜单，然后你们就根据积分点菜，好不好？好。哎，你们是想吃精品的还是想吃普通的？肯定吃贵啊。来两份精品。我觉得所有都来两份吧。我就是所有都来两份。一共就690，咱下边这包你还能吃吗？和牛什么就拉倒了。咱整点那什么，你们还有什么想吃的吗？红薯粉啥的硬菜，咱点其他的也能吃饱，我意思。你看他减了多少？你别光一个劲儿点，670分减310分，算一下。吃个午餐肉，一个600分，龙虾一个600分，真假的？啊，龙虾咱算了吧。哇，好爽啊！一定要吃辣锅里的血旺，要不你好幸福。你要不要来一点 ，Steven？ 我今天生日，朋友，直接24，碰一碰喽，碰一碰喽。新年快乐，大家生日快乐喽 ，Nero。今天是你生日吗？过12点是不是你生日？我现在就是我生日，马上就要过了。哎 ，Nero 今天生日，生日快乐，先。各位，今天是我们宿舍 Nero 生日，他是整个剧组最老的人了。现在，祝你生日快乐！来，给你带皇冠，皇冠，皇冠，皇冠。来来来 ，Nero 吹个这个，来。2、3。哎，好。哇！哇！贼巧！其实这是第一次有这么多人给我过生日，是实话，头一次有这么多人，而且还是在一起生活的队友。嗯。Nero，别哭！别哭！没事，别抱住他，抱着没事。其实大家出来唱歌的时候真的还挺想哭的，是大家准备了蛋糕，这么多年其实也没有这么多人一起给我过过生日，希望可以带上大家对我的祝福去走更远，做更好的音乐给大家。我觉得就是不需要用太多华丽的言语去表达我们当时的心情，我可以从每个人的眼睛里都看到孩子。就我之前写歌就是想一个人，主要这边太聒噪了，因为我一到凌晨就会人就会变少，其实没有，大家都还在写歌放歌什么的，接下来好好整义工的歌嘛，整明白演好了。这次的小伙舞台远不止我的全部，下一次双人合作要把这个场子炸翻。接下来本人王者林超要告诉这个世界有变天了。优酸乳少年说唱企划第一轮公演的现场，有请
爱奇艺自制，优酸乳少年说唱企划说唱导师团，妈妈 DZP 盛宇 Damshine 王以太盖带来他们的 Cyber 舞台。你最期待哪一位导师？王以太吧，因为他是我师哥。我蛮期待王以太老师。别晃别晃，坐好坐好。我最期待盖老师，因为他去年就是看过我的表现。那他记得你吗？怎么不记得？我如此的特别，他怎么不记得？他模仿我来着，他模仿了，对啊，他肯定记得我。模仿这个吗？我这么可爱，就是我这么可爱，就是不会让大家容易忘记的。对满了黑板，抱歉坏了，抬头摔倒那些自卑感。结果斩首，现在就要把拳脚挥。斩首，你妈还在，不知为半个嘴，不知卖太快，也怕跑断了腿。小不见你提起 B C G， 当看到全体起立，欢迎来自那个 City， 我笑你 like a rockstar。还在路上的兄弟，不服从那佛的孤独中看病痛，抱持年少的憧憬，向前冲的后面带你冲出地球，当然也灭不了碰壁。也没人会动你，用音乐战胜空气。好了，下你 like a rockstar。全人观念在不停被翻，也引导中国的 young blood 不停诞生 hip hop 的传统。不败改变未来要靠英勇，不停钻研我的瞳孔的英雄最不轻松。声音铸造在听众心中，尽管在三轮不打顺风车，宁可绝望也绝不听从。也要不停的前进，牢记前辈对我的勉励，然后忘记自己曾经的先例。兄弟，你已经燃起了火炬，请你投入自己的气焰，别犯糊涂。被他们熄灭，看见满汉全席也要保持饥饿，珍惜自己的经验。莫要怪天朝越到低谷，莫要怪人运，握紧你的砝码，别管桌上多勇气，舞台 all in， 绝留遗憾在台下弹琴，押韵跟未来自己约定，压住自己的野心，不要怕你的才华会有人肯定，告诉你的爸妈不会后悔这决定，实力会记，质疑你年龄的交集，才没算努力抓住你未来的半条命。要自信，不具有狂风暴雨。阳光暴瘦，富有的艺术家，你只要
see shining, shining, shining like a rock star. 大哥还是一如既往的那种 swag， 然后范儿一直在那种大哥的那种风范。TT 我觉得他的嗓音我特别喜欢，我用儒雅来形容他的腔调，其实挺雅痞的。张亚老师的唱的实在是就很稳，气场女王的感觉。傻哥一如既往的还是很炸，唱功真的一直在线。王以太老师一上来那小架势拿的，哎叭叭叭叭，哎呀我天，我一看这还是我认识那个王以太吗？不是一样的。是那年夏天的感觉又回来了。就我一看到这五个人真的就是爷青回，就感觉自己穿越回去了，去参加往届的中国新说唱了。当年的我们在手机上看了他们，现在已经在给我们演公演。我觉得他们要一人有一首那就更好，为什么不让他们一人一首？没听够。有请企划专员周震南带来他的首秀舞台。Yeah, yeah, let's do it。因为是从团里出来的第一个个人的舞台，也是第一次用音乐的方式跟学员们见面，所以我会比较兴奋。少年无畏，优酸乳为你打气加油。本节目由24年国民潮饮优酸乳独家冠名播出。最后一罐。哎，等等，今天是七夕，每人来一段情话 freestyle， 看谁能博取我的欢心。又是一个夏天，但身边没你陪，算不清了一天要想你好几回。如果有时间，你要记得对我笑，气泡加牛乳就像你笑起来的味道。想陪你淋春天的雨，过夏天的气息，数秋天的落叶在积在冬天的雪地，这里装的都是牛乳和气泡，这里装的都是你甜甜的笑。今天的主角是在我们 BK Store 接受了一个月培训的说唱新人，他们能不能得到专业的说唱导师团的认可？你的本次公演考核成绩为不合格。直接把我惊到了。我能问问为什么？对，为什么？这算是说唱吗？来优酸乳小程序看独家花絮，赢周边福利，更有包装扫码赢好礼。解锁百种追踪方式，你的私人定制尽在爱奇艺综艺。下载爱奇艺泡泡 APP， 解锁说唱新人更多精彩。天下最燃的说唱，听我的！电视看爱奇艺就用奇异果 TV， 大屏看《少年说唱企划》更过瘾。关注《少年说唱企划》爱奇艺官方号，更多精彩节目内容等你发现。明星玩家已就位，等你一起 live play 看明星玩家玩明星同款。投屏就用电视果，大屏追综艺，资源齐全，广告少，看视频必备神器。来爱奇艺拍一拍，扫描身边物体，组成你的专属说唱厂牌。上爱奇艺小说看海量小说，解锁无限人生。海外用户下载爱奇艺国际版多语言字幕，更多独家内容抢先看。爱奇艺微博、微信搜索豆芽表情，获取少年说唱企划同款表情。上微博搜索少年说唱企划，和 BOSS 团一起畅聊。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新浪综艺。上新浪新闻搜索少年说唱企划，看更多精彩内容。百度搜索少年说唱企划，观看更多精彩内容。秒懂百科，世界如此简单。下载 Zucker 新闻，看最新娱乐资讯。共享充电用速率，让生活随心所欲。聊天斗图就用闪萌表情，专属年轻人的社交平台积木 App。 生活懒得动，悠悠跑腿帮
你送，感谢微博台网、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猫扑娱乐网、环太娱乐网、小白娱乐、掌上有余、独角秀爱、美丽修行、悠悠跑腿、速率、接电、非凡娱乐、黑鱼、全新娱乐、美美娱乐、橘子娱乐、成都娱乐帮、黑 pop、汤小仙、成果娱乐。我们的接拍时刻，至于 app、微熊 app、观众网、超级异星网、超级粉丝网、欧啊淘吧、超级星饭团、Dakar、驴火娱乐、小鱼 app、界面新闻客户端、望引力资讯、新浪新闻、天翼视讯、华语之声、江西新闻客户端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我还挺喜欢你这首歌的，我喜欢你的这个 hook。 你这个歌其实情绪的设计跟堆叠太僵硬了，